我在西元2000年，我觉得呢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低潮。哇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多痛苦？那个时候我不断的在掉头发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然后呢身形暴瘦，我瘦到只剩40几，快50公斤而已。然后我没办法睡觉，我就吃安眠药，最后吃到6颗安眠药一天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，其实你只要给他一个提点，你让他知道说，原来在你的故事里面，你的成功、你的失败，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提点的时候，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。